一首《玲珑塔》送大家，感觉行的给个终极评论，说一个到一个，我来想起了哪个说哪个，哪个说好都不错，说好好了来来别转折。公公的身上一老僧说真品了那头几千层，要问了老僧您高迈，说记着了黄河九丈青，五百年前青一整，登了四千五百灯。老僧收了八个徒弟，八个徒弟里有法名，大头名叫青子愣，二头名叫愣头青，三头名叫青丹子轮，四头名叫点三青，五头名叫崩叉霸，六头名叫八字人，七头名叫最王大老，八头名叫德头风，八个徒弟八中一说八千不爱起青龙，青子愣被打青子愣头青子归人中，青丹子轮归之管说铁三僧能归风筝，崩叉霸归打古装，八字人归念经，最王大老会扫地说扫天风能对点灯，这是叫能欢迎欢不知换成换不成，老师你就六七说要打徒弟了整八名，听啊八位徒弟又爱打出外面来了五位云僧，五位僧人把经讲说，把你们记住玲珑塔，终极评论666。